Hello， 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来，我们看一下这边是 TVT 对阵 MRC 的第三局下半场，算是一场表演赛。阿福是拿出了一个鹿头，我们知道之前有一次他的表演赛也是拿出了鹿头。这边开局勾野人，哎，野人骑猪一勾就没了，那可能会死抓这个野人啊。野人碰到鹿头还是蛮难受的。这边我们看一下这把，之前他的那一次表演赛已经要到很久很久以前了，应该是好像是某一次的那个叫什么 IVC 的比赛了。现在的话应该是那场的话最后打了一个求生者的五跑啊，我记得那场打了一个求生者五跑。这边要躲勾，没勾，没躲掉，野人倒地。好的，可以，这里挂上野人，然后这局就看这个野人的表演和这边三猛男加一个杂技演员的一个发挥啊。但是因为开局鹿头遇到了野人呢，这个野人这个四猛男的表演就不太好表演了，因为本身可能你换一个其他土夫，换个什么蜘蛛，换个杰克，还是可以秀一秀的，但现在的话可能就比较难了。对吧，野人完全被针对啊，完全被针对，他的猪约等于没有。这边还有勾勾过来打一刀，好的，这边救下来野人骑猪，骑猪的话这边佣兵吃一刀，完了，出事了。这边佣兵吃了这一刀以后双倒，等我勾好了以后你野人的猪也没什么用，这里野人需要疯狂的转圈圈，但是这边插了眼以后移速会被控下来，那这个野人他不太好走呀。这边佣兵也是奋力过来帮忙，我们看这边，哎，就是各种绕圈圈，一勾没勾中，这一勾没勾中的话选择换人。这边哎，放下来打一刀，好的，这里开了一个新勾，这一勾就很关键了，这里可以勾三次，先勾，哎，第二勾没减速到，哇，这一勾他是想要勾边上然后再减速一轮的。那么这把感觉这样一轮的一个交换之后好像稍微的节奏回来了一点啊，稍微节奏回来了一点，求生者这边就没有那么裂了，本来是一个天崩地裂，牵起来野人没机会撞，挂上以后再来找你野人，哎，这边再放的话这个佣兵牵不起来了，这佣兵应该是牵不起来了。一勾勾中了，好的，前锋倒地，那可能会挂前锋。野人还在这边，你这野人等十秒钟以后我插个眼，对吧，你这两个人都比起来，我插个眼，我再一勾你野人就没有了，而且野人的猪其实时间上面已经是差不多了。好，这边野人下猪再挂佣兵，佣兵能挣他下来吗？放了两次了，距离还是近了一点啊，如果说感觉再远那么一点点的话应该能挣他下来。放下两次的一个佣兵，这一勾，哎呀，这一看，这个绝对不是一个老鹿头，这老鹿头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空勾，但是问题不大，问题不大。没有压力的情况下，阿福还是打的比较随意的啊。阿福还是一个比较就是比较爱开玩笑、比较爱玩的一个选手啊。有些屠夫选手呢就会打的比较的拘谨一点。然后阿福呢只要是这种表演赛都会拿出一些比较少见的这个屠夫来玩一下啊，玩一下。来看这边慢慢打吧。一颗土蛋，然后减个速打，扛一刀，好的，这边野人再顶一手。顶开，但是勾好了，我感觉这一勾可能要勾下来。一刀，哎，一个二挂的野人。再插一个眼，板子踩掉，这踩板很快啊，应该是一个封窗鹿头啊，至少两点踩板以上吧。钩子又好了，前锋你还敢干扰，你是真不怕钩，哎，这几钩还是钩的蛮准的。看一下挂野人还是挂前锋呢，挂前锋，野人让你自己慢慢的起来，外面差两台机，差还是差的有点多啊，因为求生者这把其实开局是蛮崩，算是非常崩的，野人被这个针对倒，然后倒的也算是比较快，佣兵救人的时候吃的是一个双倒，
总体上来说，无论如何，这一把屠夫平局应该是能保下来，然后能拿几杀嘛，就看后续的一个发挥了。这边杂技演员在修最后一台机，这里要躲一勾才行啊，要 躲一勾才行，没躲掉。好的，野人起来了，不过野人手上是有个薄命的，这薄命20秒有可能能够帮忙。哎，电机还在修，哎呀，这边是没救下来，差了一点点，哇，真的是差了那么大概两三米吧，只差了两三米。野人这边下猪，然后要来救人，救佣兵。那边电机的话刚好现在才压好，刚才如果说是野人能救下来，搏命20秒，电机也是能够压好的。打一刀，好，倒地，电机亮，要扣，看勾，要看勾，高地勾，哇塞，漂亮。刚说阿福可能不太玩鹿头，这里就给我们演示了一波高地勾啊。这个高地勾，如果是年轻的鹿头可能不知道啊。好的，那么这边应该是一个三杀起步，但求生者这边应该不会放弃吧？看一下，看样子好像想要来救一下，有想法，有想法。救完杂技员本身开门慢，他救下来以后呢，这边需要开门，然后野人呢有猪，但是野人的猪用处不是特别大啊。哎，这里阿福也是没想到啊，你这居然不开门要去救人，真的没想到。好，救下来，关键时刻救下来，野人骑上猪，杂技员要开门有点久，有点久，30多秒，这30来秒的时间还是足够这个鹿头找到一个人然后把他击杀了。这边躲着，我们来想一个剧本，需要野人跑到终点那边，然后把门开了，杂技演员这边坐车吗？也行，坐车也行，继续拖吧。杂技演员这边再帮忙点一个，哦，野人是帮忙点一下车站，然后让杂技演员直接车能够坐到终点，但是这门没开呀，门没开一直会变成一个大问题。野人这边绕，他们这边再绕，野人绕过去，杂技员这边是需要拖，拖到什么呢？拖到野人到起点，然后把门点开，他再坐一个车直接过去。但是他直接坐过去呢，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够阿福把他的传送拖好了，因为传送还十几秒，所以我感觉这把大概率还是一个三杀。求生者如果说能保成一个平局的话，也是已经是极限了，但这个极限很难发挥啊。这里一勾，再勾，勾不到啊，这没勾过去，那边再开门。哎，这里吼了一嗓子，野猪叫一下啊，这边阿福也想到了，你那边想开门然后坐车过去，我把你拦在这里，想得很清晰，拦住。好，你现在开车，其实他有一手传送的话，你只要一开车，反而我觉得，哎，反而我觉得刚才就是让他那个过去会不会更好一点啊，你传送到那边然后直接找他，但这样的话一勾震慑倒地。野人这边有搏命啊，有搏命，他的搏命还是没有用掉的，但是是个鹿头，而且你是一个半血，有点难，讲道理有点难。阿福这边还牵到这么远啊，应该是在玩了啊，也是一场非常打得非常精彩啊，两边把自己的一个算是特别好看的一场表演赛吧，两边选的阵容也是非常的花哨啊，求生者阵容选的也是非常的花哨，然后屠夫这边选了一手鹿头来打一个针对，也是非常好看啊。那我们今天的比赛到这边就结束了，那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